滑起来了啦！这边有鳄鱼啊！不让不让，鳄鱼鳄鱼，不让不让，鳄鱼打牙树，我阿妈来得及。哇，话别先，你等一下。好啊，那我要给尊重啊。我会怕、啊，变得这三只应该输不了。这么凶，怎么有攀升、啊？那我只好来当面包师傅了。啊，好紧张啊！你世界赛八强，你紧张什么？你单杀佩克两次、欸，单挑都没赢过啊。哎、欸，好，我看一下这个 OPGG， 我这个单杀率好像没有很高哎、欸，出事了。我应该选个单杀率最高的来教训一下。我单杀 Maple 单杀你，我们这个食物链关系应该确定了吧？那打不过啊。哎嘿，完啦，中了。我也中了。我、哦、很准呢、欸，好像不用吃冰了。先到20只啊，基本。你这古灵精怪枪还会射到我身上，离谱！慢慢来。你真不会要跟我打100刀吧？不可能啊，不会那么怂啊！这石头是什么意思啊？有券！哎、欸、嘿嘿嘿，我更准一点，欸、这样就死了、哦。这样就死了。你也没闪现吧？你有闪现吗？死了。对啊，没有啊。你走得掉吗？你有一吗？走不掉，走不掉。那也没办法。我怎么这样就挂了、啊？我就说我大于 Maple 大于你哦。不是啊，我为了让后面的人玩到啊，我打赢一个就够了。我那虚弱好像下太早，我应该先下点燃劝退他的啊。啊，关伟换你啦！啊，单杀飞克两次，我也赢不了他啊。都变了逆命飞丝劫了，还赢不了，那没办法、啊。他刚在嘲讽我，他说你该不会真的要跟我打100刀吧？我就说不可能，来，那我就死掉了，男神太猛了。好，轻松打，轻松打，我已经完成我的任务了，一人解决一个。你是打野是吧？变个理性，不要跟我农兵了、啊。我刚那只怎么样？很凶吧？好了，玩个谁啊？我想想啊。滑起来了啦！锁了。你玩这个我会不当人呢、欸。好，不要当人。这边有鳄鱼、啊。不让！鳄鱼，不让。你真的不是人呢、欸。哎呀，有点紧张呢。没事，轻松打，轻松打。啊！鳄鱼打牙树，我阿妈来得及。哇！话别先，你等一下，还是一等来决胜负。别吧，一等决胜负，我可能真打不赢你。先来测一下走位。好、啊。游戏结束了。哇！这个伪走位。啊！你有点那个吸血加盾，我怎么点这个凯旋啊？我是傻逼。没错。完蛋了，点错了。我看你那个吸血不太妙。哎、欸，我刚先 Q 六鸟，有规定可以 Q 六鸟。中！哎，有吧？哎、欸，又中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你结束了、欸，这样还是老的辣哎、欸。那我现在站在这里亮表情。哎、欸，那我可以跟你持平吃到100只哦。哎、欸，别这样吧，这样不好吧？还有一点点优势啊，等到三等之后就知道鳄鱼的基地有多猛。哎、欸，哇，我真的准哎、欸。你是真的猛啊！哎、欸，被刮烂了。先喝个水要紧。哎、啊欸，怎么喝这个？不过你都跟我打，我也只能吃到100只哎、欸。那你别吃冰了吧。哎呀。算错了，我全能吸血，再压西门，刚刚不是压得很爽？又到我的回合了，对不起啦，我们这边回合吧。没事，我虚弱，我操，没了，我没了，拉得好啊。
哇，我没点那个吸血的盾很亏耶，我刚刚就有盾了。哇，看我 CS， 你都不跟我打，我真的只能吃兵耶。嗯，差不多了。那队友选错啦！六，上了上了！哦，一号，青蛙先接，青蛙要点燃吗？没有没有，哇，点燃没吓到，哦，点燃，点燃，阿伟上了，对呀，好强，还好刚配了个虚弱，牙术都能打赢，天哪，什么鬼啊？有吗？这个进化有吗？所以我们在边打是边垃圾话就对了。可以，也可以聊天，也可以不讲话，都可以。哦、OK， 刚刚冠伟是全程垃圾话了。不是啊，他为啥鳄鱼可以打出牙术啊？他 Q 他空太多了，就他打得有点不太对劲啊。还是再一把，你再牙术一把，我鳄鱼。我可以啊，真假？真的、啊。我刚刚就跟他说我要佛放了，结果他说他不当人，他真的不当人。先给个尊重，我这次最近也玩很多哎、欸。哦。三本柱先编了，不得不说，我刚刚进化带得很好吧？确实带得有道理。哇，你不会那个东西连赢两把这个吧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想那个逃，我也想休息一下。选牙术出来一定会被惩罚。你刚不知道选鳄鱼吗？教学一下了吧。我这场有学聪明的，要先带一个治疗量。像我刚刚有泼在他塔前，我就感觉他要凶我，就是他没凶我。年轻的鳄鱼啊，你应该不是吧？我也年轻啊，完了。你也年轻啊？鳄鱼也是很菜啊。你有玩过那只角色吗？有啊，但玩得很差、啊。你要不要先来练一下？哦，试试距离吗？刮不到、啊。我们两个都伯仲之间。没了。你没点骨甲？就打牙术。不是很需要骨架。哦，你点回血，这么凶。可以耶。好走位。我走位也不错。少，刮不太赢啊。是吧？是吧？好像有点怪怪的、啊，跟我想象的不一样、啊。走位真的很棒、啊，好腰力。也是快没了、啊，要打到100只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哇，我走位真的很好，刚冠我又是被我 Q 到。啥？你怎么还是满血的呀？我回血，想吃车，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差一下。双多了，现在可以叠吗？可以啊，完蛋啦，完蛋，真的完蛋，鳄鱼好像比他更菜。西门可能一手顾着小孩嘞，打这个人，完啦，西门是不是要弄100只啦？哇，你玩得很好哎、欸！哎呦，哦。你的回合，确实。我想你怎么三瓶水啊？有差吗？你没带水，怎么显得这么狠啊？开大，不开大！哎呀，哎呦，我西门好稳哦！哎、欸，完了。大夫跟 Q 都没有用到怒啊！他怎么飞过去了？啊！啊 OK， 输了 ，nice， 打得好。废物张冠伟，废物矮子，妈的，垃圾，这样都打不赢，妈的，有个好打的，真的是这样都打不赢，妈的，你给我烂的。让西门来跟我打，过来打，过来打。要愤怒了。哇，刚才真的要打。干，这样要打100瓶是不是？你不用吃。你鳄鱼不压我，那我就跟你同兵啊！来啊，打我啊！我要啊！我鳄鱼牙术跟你发育，我开心。西门、，CS 持平了，你要出来打？不用回家吧？西门，要回家啦！